你们能进了吗？能进了吗？哎，我进不去。我看他记得网路是没上线欸。好。感谢有了，嗯，台湾有两个时间，台湾时间跟三重时间，嗯。对啊，要秃头了。确实，啊，写春联就写“生”这个字就好了。耶、yeah ！哇，帮忙回血！是个好解宝、哦。我忘记了，对吧、啊？好啊。我要改标签，可以加时间，加时间，加时间，团团的，团团的，啊，加时是在团团的那边，哎、欸，有料、哦，哎、欸，确实，笑死，好玩，会不会有一天就被你们封锁？你们好巧、哦，每次都讲同样的话，你们都一直跳针，我们会多了笑死。我是之后了，但今天应该就是这样的啦。要不要解释一下，跟观众解释一下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啊？好，可以再讲一次啊，可以讲一次 啊, 啊。那个有请创，要请请创始人发发说，哎、欸，他不是也不是创始人啊，应该说带动这个带动在我们这边讲的发发，对对对，坏风气嘛。这个坏风气的起因是因为有一天我有个朋友传了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罗杰、欸、他就是一个炉石的
哎，这样讲可以吗？那就狗狗肉的那一位嘛，狗狗肉的然后他有一次就看到 一部影片，然后就推给我看。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冷笑话的人，然后我看了之后，我从此当上了解宝。哦，你真的超喜欢的，我这样是不是超废啊？我这样解释超烂哎、欸，这样国栋怎么办？对啊。可是国栋现在就没心梗啊，没办法。哇，喜新厌旧，没啊，国栋就没心梗啊。我们就是要那个嘛，推进吧，是吧？嗯，喜新厌旧嘛，喜新厌旧嘛，也不是喜新厌旧，等有新的料，我们就再回去，我们就是那么 free，吃回头草，没错没错，就像我们自己也会创一些新梗啊，搞不好还有创新梗啊，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哦，怎么可能？我就再跑回去看，还是别的梗。我就再回去看。我可是实况敏感大师，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实况敏感大师是什么？敏感大师，哇，就是对于时事很敏感这样子。哦，尤其是实况上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嗯，哦，那个露西亚我不知道啦，没看过啦。啊！哇，你这个，哎呀，你这个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这个危险了，危险，危险，危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不知道？我是红粉，我不知道。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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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切割。我不认识发发哎。哎，切割没有，我也说不知道哎。哦，你不是发发哦，你也不是发发，你是谁？你也不认识发发哦，你也不认识发发。是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啦，是不是？哦，不知道。没有，那个事情有点复杂啦。确实，确实啊，有料。到底是要有料，啥嘞？有料，就是你的确实讲得很有料。确实很有料，你有解释到吗？你确定吗？没有，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这个真的好旋转的感觉，真的。啊，好危险哦！他俩要出事了，真的很危险。以上非本台言论，大家出事不要找我。出事不要找。哎、欸，阿旺，你家屋顶变成瀑布是正常的，对不对？对啊，怎么了？哦，好，乱流到有点俩公，乱流到你的水没有很没有很整齐。I don't care， 我很care 啊，邻居会 care， 邻居会 care， 哪里？你说哪里？哪边？往海的那边啊，往海的那边。对啊，这里哦，不是不是，再过去再过去。哪里？那个山坡啊！哦，你说后面这边吗？对啊，这里啊，我又不会走过来，告诉我。但是你居然看到啊！是龙问题，是龙问题啊！你们看到啊，你们处理啊！哇，啊、你真的是哇！那看到你家不顺眼，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死的好夸张哦！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知道怎么办，我早就把它处理好了、啊。说什么？哦，我是怕等一下在九点半的时候，哈基会崩溃啦。确实，确实。哎，这个是我觉得近期听到接最好的。Perfect， perfect。我跟你讲，他等一下就还没九点半，他就已经先崩溃，崩溃。
而且他是厉害，真的真的看受不了，就我没关系啊，自己慢慢拆，慢慢自己改了，我一个人做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啊，你是住最远的，你看不到啦，你住最远，你住最远啊，真的是没关系啦，没关系啦，真的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弄就好了，好爽哦。你以为这样会让他有罪恶感吗？他才不会，他不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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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要造营造的不是你的罪恶感，我要营造的不是你罪恶感，营造的是我觉得我很可怜。你觉得我可怜吗？没有观众会 cue 我，真的假？真假？真假？真假？我觉得今天要变大龄霸凌现场，对不对？可是好像真的真的好像蛮多人，就是会对于有没有就是你知道整齐啊、对称那些，真的还是就是蛮会有蛮高的强迫症，对吧？我也会啊，可是我没看到就还好。我自己是没差。然后我对厨房没看到我就当没事。嗯，厨房如果有没洗的碗，我会很不爽。然后虽然手会受伤，可是还是会硬把它洗掉。手会受伤？为什么洗碗手会受伤？为什么手会受伤？你怎么洗的？洗碗巾吗？那个洗碗巾啊。对啊，会伤手啊。哦。哦。就是不戴橡皮手套的话，一直弄的话就会受伤啊。哦，会。对啊。那为什么不戴橡皮手套、啊？因为没有啊，对，因为很不好洗。因为平常没有在洗，所以没有买。所以因为平常不是我在洗，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有啦，是啦，不是你要先听我讲，我们家的就是天然的，然后出去的时候就会用那个外面的，啊，外面的就是不天然的，很容易伤手。哦，确实，确实，滑到，你都会下地狱，你都会下地狱，你都会下地狱啊！这诅咒，啊，女生来的诅咒。我还以为女生来的是祝福，原来还有诅咒啊！你们好过分哦！可是我冬天真的很讨厌洗碗哎。因为手会那个啊，我是讨厌坐马桶，我会用热水，没有，我跟你讲，用热水 OK， 但是你用热水，如果就是，如果你太长期用太久的话，其实手会裂开。对啊，对啊，冷热啊，冷热，这是真的，是真的，真假？哎，没有，是认真在问啊。确实，是真的啦，这是真的，就像去泡完澡出来那个皮肤特别皱皱一样，就是真的会有像泡水的关系，所以你要泡冷水，指缝那边会整个大裂开，对啊，你去看那些洗头的人的手啊，对，是他们要一直擦乳液啊，擦什么，要护手，嗯，好痛苦，确实，确实啦，确实，是。不知道，明明很正常的对话，然后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感。我也觉得阿汪要莫名其妙的骚。你已经没办法离开了，你也是要进来我们这个地狱行列。下地狱喽！下地狱，真的是下地狱。还没加班完就下地狱了，好可怜。No， 哎，所以刚那个其实是地狱梗啊，真假的？沒啊，不是啊，不是啊，并没有，没有啦，我只是下地狱，只是诅咒别人而已的，只是会被那个会被女神诅咒而已，对，女神诅咒，那个不是地狱梗，可是女神会诅咒你，对，哦，感觉敷衍，可恶，欧敏，你要敷衍我这样，欧敏，改天再来补一下什么那个确实什么，哦。刚刚那个 General 那边有，对，杰克在标记一次，有时间你再看，很快一分钟而已，没错，你先拿手机起来看一下就好了，确实，确实，确实，你还可以开两倍速，一分钟就看完了，两倍速，完了，你们全部都是捷豹形状，哎，这就有趣，一直在讲有吗？对啊。对啊，过一阵子就刚好，搞不好就换别的。嗯，哦，这个都是一阵子，至少比之前的 Map 好啊。哦，对。而且就像那个，我们上一次是那个哈哈，怎么你？啊，这是你讲的吗？哎，你知道你讲的吗？你知道那个，其实后来观众有一些好像蛮，我觉得很好笑。蛮什么？蛮什么？台式。哦。
真的不好意思、欸，他们没有，他觉得真的被嘲讽到了，是不是？好像不是哎、欸，他们好像是说觉得很烦躁，那就成功了啊。成功了、啊，那就成功了、啊。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对啊，那不就是那些话的目的吗？你成功了。哎、欸嗯，大概了解他们这些人会的想法，就是说，可能你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梗你没有接触，你也不知道在大家笑什么，可是大家一直讲、一直讲、讲的时候，你觉得就会觉得两公到底在干嘛？哦，对啊，烦躁、哦，对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就自己不尴尬就好了，自己不尴尬就好。不尴尬，没有，有些这种梗本来就是在自己的同温层用的，你要是拿出去惹人厌、嗯，就是你活该啊。哦，这倒是真的。你拿出去，你拿去嘲讽到别人，他就是你白目啊。所以有些才会是被称作是内部梗，大家自己在玩的东西。嗯。啊，那如果 不知道的话，那讲出去、嗯、就是如果没有特别解释，会觉得哎、欸，你干嘛这样跟我讲话？对，嗯，对，像当初最早这个就是什么再跟再那个，不是你就会说再来干那个这样子，对啊，你说再再就是 哦，对，这个知道，然后那个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在我影片的下面留言说再来干，然后那个还是我的 mod， 然后我超生气，我说你不要那么凶啊，在凶什么意思？对，没有 get 到他的、那個，对，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东西，完全没 get 到。那我要讲，就是吵这个不是有两个意思吗？哦，对，一个是笑，一个是骂人的嘛。然后、哦、一个骂人，有，对啊，有，因为最早先潮是骂人的，然后是知道 V 圈那边盛行之后，日本那边狂打吵，就是声吵这样，对对对对对，就哇啦哇啦，像很像吵有没有？然后我的 mod 就把它给 ban 了，我说这边不能骂脏话哦，我说不是，他不是脏话，他不是脏话，误会了。他是打对，他是打这个，他误会了。我说那不是脏话，那边是盛行吵是笑的意思，然后打误边了。误边这样子嘛，对不对？之前也有我的那个 mod 也有乱边过人，然后就觉得很好笑。我说哎、欸，他们有讲什么？又乱边掉，他就只是不懂那个梗而已。对对对对对。哎、欸，我真的前面也一直以为他们想要怎么打一堆吵，想要你是在骂脏话，是不是？啊，就是要有自己有接触才会，这也是不是从其他国家来的那种语言转换，可能就更难。没有错，没有，这就是表示我们老了，我们没有意识到新的文化。哦，要赶快跟上。对，我们要证明我们会 LKK， 确实，我会 LKK 哦。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LKK 太久，LKK。我国小在干嘛啊？你不是不能看一些电视剧都不能看吗？对啊，蜡笔小新不行啊，所以你不知道很正常、啊。我也不能看蜡笔小新哦。可是你可以看其他电视吧。南方四剑客我也不行哎、欸，不行。南方四剑客比蜡笔小新更过哎、欸。对啊，都是黄梗哎、欸。好好笑哦。你知道我的年代，我也不是我的年代嘛，就是我的年代是什么？你的年代，你的年代，你的年代。我当初就是我的时代，有给你未来。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 O R Z 啊、囧啊这种的。对啊，对，那个是同一个年代的啊。年代的啊。哦，可是我差不多吧。是 L K K 我就不知道了。L K K 就在找你粉可爱啦，还有什么野粉可爱啦，你超变啊什么？哦，你超变的这个我有啦，这个我有跟到。好老，然后不然就是有种年代感出现了，那就什么 QK 一下嘛，对不对？QK 还好吧？救命！
真的，哇塞，你们怎么会一脸正经讲这些都不尴尬？这就是一听就是有年代隔阂的，你知道吗？自己不尴尬就好了啊，别人在尴尬的，好了，对啊，是有很早吗？真的假的？其实一段时间有一点年代了，真的很久了。我们大家都有代沟了，好可怕、喔！完蛋，他们现在都一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哦，真的，一定超多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对，现在就不是什么锅，什么锅的那个，没有锅也过了，锅也过了，锅也过很久了吧？锅也过了有三年了吧？对，现在我忘记是什么，我们很久没去逛，就是你知道什么场外那些，我很久没去逛了。那我们也没有啊，那不然我们来查一下好了。现在马上查，有什么新的用语，我们赶快立刻学一下。哦，我们要跟上时代潮流。对啊，为了不要脱离一下。对，显得我们也很年轻。对，我要让我们自己也是充满年轻的精华。哈？年轻的精华是什么？精华好快哦！你为什么变精华了？要什么精华？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字都要想得快快的地方啦？不是你都补在你补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好吧。那、啊、我现在查，要查什么？年轻人用语。对，年轻人用语。你还不知道？你要查年轻人的用语，2022流行用语之类的吧？都已经年代感跑出来了。你知道，你要这样查，就大概只有老人会这样查而已。我怎么现在年轻人想说年轻的用语？是哪年轻年代感跑出来？秋代，哎，那秋代嘞？秋代现在还？秋代是秋代是我们的而已啦，是我们自己在讲的，是我们自己在讲的，知道吗？是外面发明的啦，没有发明这个，是我们这边讲的。对，然后讲大概只有讲笑死而已啊，对吧？对啊，对啊，对啊，是我们自己在乱发明的。我忘记是我还是 Bobo 先讲 Bobo 啦 Bobo 吧 Bobo 吧秋代他就有一次跑到 DC 群组讲我跟你讲秋代然后大家秋代的东西笑一直笑一直笑这样子就是自己流行的啦哦还有那个好了啦好了啦你们知道这个好了啦是之前我就是我不是都会晚上去打 APEX 积分然后就里面有一个朋友、他每次都会跟我吵架然后吵完架之后他就是会好热辣阿爸不要再生气了好热辣好热辣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是波波他们就开在那边好热辣然后有一次就上一次我们不是一起在见面嘛然后我就突然听到那个巧突然讲好了啦我就嗯他怎么也会这个我吓得嗯好的我以为会在后面接超大杯超大杯好的啦超大杯好的在乎 CP 值哦完全没想到欸可恶我以为你会接我也是以为要接超大杯真的是一家饮料店哦对啊欸我大学的时候很常喝欸那饮料店 CP 值超高哎、欸，34块，1000cc，1000cc。那我那时候在高雄的时候，文常喝、欸，超多的哎、欸，对啊，超多、啊，台南也超多的，台南有，完了，完了，台南有，他是那种，他是那种什么街，那种很像什么。很小店面就可以的那种饮料店，它是摊车类型，摊车摊车，它不是那种大店面 Coco 那种的，不是大的也有啊，有哦，家那时候附近就是一间超大间的、那不是真的好了啦吗？好了啦，好了啦，超大杯，它只点的超大间红茶冰，我不知道什么好了啦，哦，它就叫好了啦红茶冰，对啊，对啊，而且我现在只知道红。我只知道红茶帮啊，好的啦，超大杯，好的啦，好的啦。哇，我贴个 general 让你找寻一下记忆。然后它杯子又超硬，很难回收。然后是那种胖胖小小的那种杯子。对啊。是，哎，那是我们后面那一家吗？对，是，就是那家。哦，就是那一家啊。对。嗯，其实现在还是很多啊，因为它那家是太便宜啊，创业3万，对不起。创业不到10万块哦，啊，加盟超便宜，加盟吧，加盟，对吧、啊？嗯，啊，不到5万块啊。以前大学那种没钱喝饮料，都会去喝那一种，对吧、啊？可是以前但没有现在大学好了，讲现在大学好了。
以前念书的时候开始要暴露年纪。暴露是什么？暴露啦，暴露年纪吧，暴露暴露暴露年纪。你这很奸介哦。啊，前阵子好像会流行讲哦，好尬哦，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超尬的，怎么这么尬、啊、哦，要羞哦哦，这样之类的。所以现在不会了吗？现在比较少了吧，比较少。用的会说，哎呦你好老，切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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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观众讲一个，我觉得蛮错愕的，他说很多年轻人现在连网咖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啊、那是什么啊？正常的、欸，好扯哦。大家基本上都有电脑了，对吧、啊？现在网咖其实已经少很多了。对，现在可是到连网咖都不知道，也太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有网咖，就是那种要做那种很高级，可以住的那种，嗯、对对对对对，电竞旅馆，也可以洗澡的，配备都要很高级的那种，哦、没错。哦，我想到我那个过年期间去网咖的经历，我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什么过年去网咖？哎、欸欸，你可以讲，我们很好奇，你干嘛过年去网咖？对啊。因为我过年我都要去台中，大概要就是可能5到6天，然后我真的太无聊，我以前没有想过我可以去网咖这件事情，然后今年我说我要反骨一下，我要去网咖，然后就我大年初三去网咖、哦、然后就我第一次去的那间网咖，他我一走进去，就是我们就在网络上看那个，我就在网上看他的 Google 评价，然后最后才发现，就是他的评价，4.3颗星，那其实算蛮高的，对吧？就是在以 Google 评价来讲，要看他的基数嘞，基底数，基底数一个，哎，应该说要看几个评论，对，几个评论。哦，可是他评，对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他的 Google 评价4.多颗星，然后他的评论就是也有很多个，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哦，这个评那个星数蛮高的，应该还不错吧、嗯。然后就我一过去看，嗯、然后我就发现它里面就是很昏暗，然后设备都就是有点破破旧旧的。然后他我是想要看他的那个就是主机是怎么样子，然后我还发现他的主机好像配备也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是大概待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说不太对，我就打给我朋友，然后我就赶快离开了。嗯，然后结果我就去网络上爬文，就看他的那个资料，就是写说就是他如何为什么可以那么高薪，然后就我才发现那一堆人都在骂他们，说什么几月几号晚上的那个女店员，你在修什么？我没有欠你耶，怎么之类的，然后我才想说，哎、欸，好像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店员真的是，就是每个脸臭到一个不行，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像欠他钱似的，哦，超好笑。然后我还去了一家。你还得去啊？去别家是？你去踩雷是不是？复仇复仇！我太想打电动了。过年打不了是不是？对。然后我就去了那一家之后，我觉得哦，这一家还不错。然后去完之后，就是我隔天又再去了一次，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跟我朋友就是打游戏，然后就我不管登哪只账号进去，我那个账号的密码就会被改掉，好，然后我就很害怕，哇，我说到底有木马城市在那边啊，对啊，不知道，很危险，超可怕的。然后后面我就说我就不敢再去，我就后面几天我就乖乖待在家看看电视剧。哦、那你的账号我觉得要看一下，对啊，你要这。验证啊，对，验证什么绑好、很危险。我那个是绑 Steam 的就还好，可是其他就不知道啊，其他都是小号就觉得还好。然后那时候我其他同样账号密码的记得要改一下，对啊，记得要改一改。哦，有，我全部都改掉了，是啦，好恐怖、哦，超危险的啦，所以大家还是有电脑就在家玩吧。确实，确实，确实。为什么被凶了？我被后悔了，哥太难过了。我这么有默契，说出头一句话。对啊，可是刚刚那边讲确实很刚刚很刚好啊，还好吧，很棒哎、欸。
我忍很久了哎、欸。对呀、啊，我已经找时间点讲哎、欸。对啊，忍很久了，找刚好的时间点要讲这句话。对呀、啊，合理、欸。对，配一句靠杯。受伤了。他今天想讲话了，大家都觉得对。很嘲讽，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啦，真的啦。我们真的是想回答而已，真假？确实，冷静。哎呦，好笑啊！啊，他今天想讲什么？我忘了啦，我忘了。真假？我还想说，我忘了，配一个确实，忘了确实，我不行的确实，哎呦，好笑了，你会下地狱，完了，你、欸、就是地图炮、哦，就是好好的再回复，已经完了，对啊，好好的回复耶。Yeah.确实啦，嗯，有你有感受到我们，你有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哈？对对对，确实确实，嗯，确实，太好笑了。今天大家都很强，没错，确实啊。不了，没有，很棒啊。是很嘲讽哎，棒，现在还有网咖会有明显烟味，还会有明显的烟味。通常现在都是隔开的吧？禁烟吧？所以抽烟要出去抽啊，室内不能抽烟呢、欸。那我觉得应该是那一家他没有弄高级，没转型。嗯。那可能他是应该比较便宜吧，应该私立的吧。他说投币式，投币式也太久了，很久哎、欸。我去过网咖就是投币式了，真的假的？我从来没玩过投币式的、欸，我也没玩过投币，我也没有、欸，假的，真的，十块大概三十分钟这样子啊。对，没有还、啊、没有哎、欸，没遇过，我也没遇過。就那时候看到有什么机子上面会有什么投币孔，我想哇，好帅哦、喔，那是什么？真的没看过哎、欸。有，我记得他时间快到的时候，他会直接跳一个视窗出来，就是请投钱那种，然后你的视窗就会全部卡住，嗯，不投钱了。你的更、啊、一般去时间的也会吧，很久了。因为我一般去时间不是会跳投的，他是会跳一个跑条在你的萤幕最上面。对，就是时间快到了，要不要再续一手之类的？对，欸、可是我真的没有听到那个网咖里面讲说时间快到了，我每次都是哎、欸、好像玩差不多了，该回家了，自主性回家啊，但很浪费，超浪费的，很浪费哎、欸。对啊，可是、嗯、那你下次只准玩一小时，你在爬积分的时候就会听到了。我都不会等他时间快到喽。啊。我人生第一次去网咖是老师请客的，老师，因为我们就是学校那个时候国小，然后有那种课后辅导，就是如果说就是家长就是下午没有空，或者是就是没有去安亲班，就可以选择就是留在学校这样啊，但是要另外付一笔课后辅导的钱这样，然后就是下就是礼拜三下午，礼拜三不通常半天，然后下午就大家功课就写完，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干嘛，然后老师就说走，我们带你去网咖玩。你们老师好吵哎、欸，老师自己想玩吧？对啊，自己想玩啊，就带六个学生然后去打网咖。这老师这样子。你知道我妈年代，他不是说就是网咖，其实他们就觉得说是深色场所，是那种就是类似什么重拳馆啊什么的，他们会禁止小孩子去。所以那时候我以前有偷去被抓到，回家被打很惨。哦，没有啊，因为你像我妈那个时候就有说啊，就什么
哦，我跟你讲，网咖、啊、他们都为了要你去啊，都会在里面掺杂一些会不会很嗨的东西、啊。什么在通风口放冷气口？没错。起源是从哪边来的？不是，这都是以前的超级传说，就是、都市传说、啊。以前都有，你知道吗？超好笑。他说哦，那些小孩会一直跑去打网咖，就是因为那边他们都是吸那个都有毒的、啊，所以才会上瘾。对，超好笑。哎、欸，可是真的想，我想说，哇塞，经营成本也太高了吧？对啊，哎、欸，才几块钱吸那些。对啊，没错、欸。不过老实说，我以前那个高中的附近有一家网咖、嗯、被警察封条封起来、嗯，后来是直接有人说，就是它里面确实是有毒品，嗯、但它不是放在通口，它是有在卖吧？对，對是卖的。嗯，私下交易可能是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风气，的确会有啦。嗯，对啊，对。可是什么放在公共口这个这个是这个真的是以前新闻很常报啊，那是超成本在经营，那营业成本真的蛮高的、啊、哦，那个他们呢？哇哦，是哦，太扯了，太扯了，真的是很扯哎、欸，很夸张。没有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听到一定都会觉得是真的啊，我也相信啊。不是啊，小时候大人讲，小时候听什么都马信、啊，对啊，都一定相信啊。然后是后来就是我就是高中，哎、欸，直到高职哦，我就是这好像之前我有讲过，反正就是我高职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准备统测，准备到一半，同学就说走去打网咖，我们就跑去打网咖。那个是我第一次进去，对啊，就是统测前要准备考试啦，然后我就看就是看书，哎、欸，看书看到大概三点吧，然后呢就被抓去打网咖，打到五点，然后就回家。哦，那你的统测嘞？啊，我的统测没事啦，可以啦，可以啦，考的最好，可以的吧？可以啦，可以的啦，现在也不错啊，是不是？我跟你讲啦，我那个时候读到那个学校，现在还不是要遵守时光走？哎呦喂呀，好水哦！哦。这个时候就要说真假，有料，确实，确实，好烦了，好笑。哦，我们家下面有那个漂亮的绿绿的地方，哎，漂亮绿绿的地方。你是说苍玉洞窟吗？哦，对对，苍玉洞，哎、对对对。啊，我们那次红发不在，是不是？你要去赚钱了。啊你去抢红包，你去抢奖，可恶，才抢一千块而已，也不错了，也更不错了，对不对？有没有抢个大礼回来，也来吃好料的？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谢谢，谢谢爸爸，其实爸爸自己讲，自己说，然后他不尴尬就好啦。你好有趣哦！这是你自己想的吗？哦，钻石 ，nice，nice，nice 也是那个哦，巧克力那边的，是不是？对，那次聚会，那次聚会，他突然就在那边 nice。主要好像是听说是他们打 low 遇到一个队友，是打 A 配打 A 配的，打 A 配的。好像是一个日本人。等一下，我们是快在上礼拜的时空啊。对，时空倒流了。这个话题我参与过一次，我还剪辑过一次，我也剪过啊。而且还是今天出的影片，我今天出的。难道你没有看影片？不是，还是你觉得你是既视感，然后再故意演一次这样子？完蛋了。再过一个礼拜，再问一次。我们下礼拜要检查啊房子哦。我们这个时期怪怪的，怎么重演下礼拜开始了？直接回到上礼拜，神秘三重时区了，真的是怪怪的哎，完了，完了，这时区已经传到哈基那边去了。对，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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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模拟加班吗？好笑。哎呀。对啊，那个影月加班台开启那个竞技的领域了。对，我已经，我这边已经封印那个领域了哦。这是夜月楼领域展开啊！领域展开，领域上礼拜回复上一栋哎、欸。
现在领域是扩到团团那边了，看什么时候扩到哈基那边去啊？领域交接，领域交接，对，领域交接。三月一号我要回 YT 开加班台咯。我四月一号也要回，三月一号也要回去咯。也要回去喽。那我今天会不会有量子的纠缠呢？有，我们其实已经有量子纠缠。那天也要开始玩吗？好，没有啦，先没有。先不要。就不要，就不要。然后那个小雨开的一定是那个棺台，棺材那个时候什么、下棺台的。哎、欸，我真的觉得有些那个下棺台真的很好笑。下棺台真的很赞，你我那天分享给他们看。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开什么？他有十个小时的血量、哦，60，他有六十个小时，六十小时血量。然后呢，每一份订阅就是可以打他多少血，就减少多少分钟这样。对，然后结果他开他20分钟就下班，他就得下班，超快。哎，谢、欸，我想上班耶，强制下班，强制下班。我想说跟大家聊聊天，就大家想叫我下班是怎样？你给我去休息，超好笑的。我整个笑死了，超赞的。然后逆向操作改成就是说，哎，你今天在那个绿界抖内好不好？你只要抖超过100块，我就一天不开台之类这样子的。有啊，我上次也讲过啦，他们真的要抖、欸。你可以试看看啊，你可以试看看，然后你就没办法开台，我就发现我不能开台了。那你那个金额可能要设大一点，不然你只能出现在别人台里面。对，请问繁星真的都不开台了吗？你就会发现那个你回来之后一个月都没开台，对，没办法开。然后之后你搞不好还要设定说什么，就是你金额大到某个程度，你连在别人台都不能出现，那你就真的变边缘了。好惨哦，太惨了。哎、欸，我觉得还是你不要换一个，就是那种什么抖内多久啊，你不可以讲话这样，但你要开台，好像这也太难了吧？太难了吧？不可以讲话，嘴巴闭闭。我之前是有看过有人就是用那个轮盘有没有，然后他就是、只要有人抖内到一个金额，他就可以转那个轮盘，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什么跳舞啊，还是。还是福利挺身啊！哦，这个好像一阵子，这个超有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闭嘴一分钟，然后它就是闭嘴一分钟。闭嘴！哎、欸，她是一个身材超好的外国女时光那她就闭嘴了。对，她就闭嘴了。然后我们也闭嘴了，对不起。对，我们也闭嘴了，没事。那其实好像还蛮多这种很特别的那种玩的开台玩法，只是就不知道，只是就不知道说就是观众买不买单？不是、啊，是这个应该说主要是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算是到就是那个触犯什么法律是？不是法律啊，就是他们平台上面有一个什么博弈相关的那个哦，实况规则，我不知道到底算不算。不知道，因为之前很早之前不是好像在金刚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就是有一个平台那边是一样是有个转盘，然后就是他有人那边一抖内多少他就转一个东西，然后转到你就吃那个东西，然后他吃了什么芥末啦什么牛奶加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一堆奇怪的这样子的、啊，那时候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在聊说我如果在感觉可以玩玩看，这样可以玩看看，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想说到法条他们那个法规还是说那个应该是说平主要是平台啦，平台应该法规不会，平台会不会规范？就平台那个就不知道，对，好好问啊，现在都渐渐松绑了，之前不能睡觉都可以睡觉了。哦，对的，真也是啊，这样还很棒哎、欸，也是啦，所以感觉我觉得他们应该没差了啦。他们那种博弈应该是要有。就是金钱 互相来往吗？我不确定。哦，你是说如果是双向的就不行，但单向就没事。单向，就单向比较就偏是抖，就偏向抖。哦，哎、欸，好像有道理。单向，除非这金额超大吧，就是可能会真的动到赠与税之类的，不然应该都没差。对啊。那应该不太好，但通常应该是双向才会比较有那种赌博的行为。
嗯，确实也是啦。现在后来看一大堆人开，其实都没事啊，那就应该是真的没事。对，因为那个时候哈记讲的时候是还没有那么多人去做、没那么盛行，很久以前了，很久，那超久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我们刚搬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对，好久了，感觉最近是可以玩看的。嗯，因为反正那么多人做都没事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明天来玩看看吧。哈，真的明天了吗？可以吧？你都在无限加班台了嘛，对不对？居然是马上来吗？你都已经在开了，不玩演什么更特别？日不撞日嘛，对吧？对呀、啊，那就现在开始啦。不对啊，现在我们在末日啦，等等。可以等一下啊，都在十点。你可以把那些轮盘上面的东西写末日相关的啊。对啊，然后全部都是讲到去死。那你很衰耶、欸，只能说你今年运气不是很好哎、欸。对，没事啦，我今年运气之前打麻将还行啦，应该啦，明白。他今年运气很好哎、欸，很旺哎、欸，很旺、啊，他很扯哎、欸。那你就疯狂的，就是在家耍废，在家耍废这样子，然后就每个赛道在家耍废。我就不说前几天我不是我有办一个就是日马大赛、然后我是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队伍就是数量不对，所以呢就我跟杰克下去抽一桌。哦，我直接赢到第一名。好扯。哎，这就是你是不是那个啊，是不是主办单位没有在认真啊，好扯哦。这个时候就要问杰克，你是拿了多少、啊、我有赢欸，我赢一点点欸。杰克赢一点点，就我们俩都有赢。哇，杰克赢一点点，然后一直喂螃蟹团团这样。这一个观众好像被击飞了吧？对，有一个被击飞，好扯哦，好扯，好过。然后他们全部都说黑箱啦，在干嘛？裁判兼选手，对，裁判兼选手，主办单位跟选手都是我自己的人，全部是我的人，你们要怎么斗？怎么跟我斗？完了，会不会没人看过？好难过。不是，我会讲一些以前的梗的时候，都觉得好难过，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过啊？其实你讲的这个，我也是你们一直讲了之后，我才去了解，不然原本我也不知道。周星驰并不是说真的是每个人都有看呐、对啊，就像我。那你知道他叫强雄吗？啊，强雄记太清楚了，他叫强雄，我记得他叫熊哥。我拿到史莱姆球了，有人需要吗？哇，一颗一颗没什么用，两颗哦，两颗好像还是没什么用，两颗好，因为通常粘性活塞要有点多，对，可以做酸绳，牵绳的，牵绳，对，对啊，酸绳勉强，荷包爽了没？嗯，荷包，我在打 boss， 他一直荷包。核爆这用、直接用水直接没事哎、欸，好赞啊！对啊，哪天？那不是改孤儿了吗？不是不会那个了吗？不会破地形啊，但它水应该是指那个威力减少了。哦、嗯、对对对。没有，现在还要带那个啦，紫外线笔好不好？带在身上。我要照一下。隐形眼镜啊！要小心防范一下。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流行歌也是来得很快，去得很快。对啊，真的。后来有什么流行歌啊？我都没在听。我其实后来也不知道有在听。我只记得那个什么雨滴落在什么青青草地那个。小幸运。对对对对。与你相遇，小幸运。那个、啊、好幸运的幸运吧。原来我什么闷和爱情是曾经好的那么近，后面怎么唱我全都不会，嘿嘿，知道唱什么嘿就对了，你确实不会，确实，怎么又回来了？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在这回圈的，不是吗？是啊，对啊，我们为了配合三重时区，只好一直回圈的。
话题都可以回去了，这为什么不行？没问题的啦。我记得上一次最就是最夯的，不是最夯啦，就是那个那一阵子很喜的，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什么105度什么鬼的，然后后面就不会了。105度也好久，对，可是它其实很久了，那是回唱的啊，《格斗宝贝》也是很久的啊，对啊，现在就不知道是什么。嗯，《格斗宝贝》对啊，是谁下一秒被萌萌哒那首啊？哦，有没有人可以说现在的流行歌是夯什么、啊？好奇啊！我只知道前阵子是我站在云林啊，我知道那一首，可是那一首有点，有点听不太懂。后来是翻唱的吧？我忘了，还是有人？他好像是印尼还是哪里的语言？然后反正空耳听起来是我站在云林这样。对，云林站在云。阿宝刚好像我输的彻底吗？对。啊，然后那谁啊，那个哎，计划通行有唱一个就是抒情版，是不是？好像是抒情版。对。啊，那个我就真的没听过哎。No。真的是我不知道。这是看司令台出来的呢。对啊。以后大家都在司令台了，在。司令台来看看。还是都在你家、欸，还没盖完，还没盖完。然后大家没有去司令台集合，直接去你家，直接去你家集合。就看到团团一个在司令台，他又没有在。那我司令台面向这里，那是不是我们人要站在发发家里面？我们就要站在这里啊！我原本想说今天我要坐这一排，我要泡水的。我还没坐椅子啦，我想说我们就坐这边，然后头要抬，就是你知道电影院第一排。45度，那我要在这边视野比较好。就占位置了是不是？这个就很像这个、啊，这就不会被前面的人挡到了、啊。你知道这个就是发发家，就是那种，就是他就是会在那个离张广播的喇叭口前，然后一直被人杀，站在人家的屋檐上面，视野超好的。嗯，好笑，秒嘞。你们站人家屋顶上，就跟去看那种跨年烟火有没有？有朋友住在附近，就哎、欸，你家屋顶、哦、不要想到跨年烟火去了，你有挡过吗？哦，是关于我们跨年看烟火的故事。这怎么酷酷的事？真的是会笑，很酷哎，超酷的。所以那时候来我们这边嘛，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嗯，跨年了，我们这是我们这个大楼。欸，附近应该有那个合体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个附近蛮空旷的，感觉烟火应该蛮好看的。于是呢，我们就大概12:50几的时候麻将暂停，我们全部人一票人全部跑到楼上去，到顶楼，这个整个大楼的顶楼。然后去到楼上呢，啊，321我们在正在找说，嗯，这个101在哪里，还是什么哪里有烟火的时候，已经开始放烟火了，然后看不到的。全部大楼挡住，全部四周都是大楼。他记得我们有看到烟火，但是101那一栋刚好被我们前面邻近的大楼挡着，直接那个大楼完全挡住，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光圈的样子。你就看到隔壁大楼发出光，是那个方向吗？那边有光哎、欸，你说背光那种感觉吗？这是大光，这是大光。对啊，我说那边在发光，是12点放烟火了吗？一看手机，12:01，超好笑，超荒唐的。那画面就很像是那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看过那个图，然后背后一个光圈这样子，对，超像，对对对对对对对超级像，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发光，超级好笑。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要不下去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下去喽。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下面是那个时候是杰克吧，杰克跟我跟轩啊，我跟轩，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啊有看到烟火吗？然后我们还说哦有啊，你上去看了、啊。我说有啊，哎、欸、很漂亮哎、欸，我说我看很漂亮啊，电视上的很漂亮哎、欸，就什么都没看到，可惜他们没有上去，笑的好强哦。有那时候真的很累，啊，你那个时候是去拍那个吗？我从不是不是，我从啊，不是不是拍那个啊，对对对，一零一那个，对对对，还飘小雨，他回来塞车，对，啊，哎、欸，你是不是这两次上来你都很回，就是回到公司都很惨？
有一点你那一次跨年我记得是回来之后你一天就只吃了一个鸡腿哦差不多对啊然后你可以听他讲为什么会跑啊没有我那一天我都是很然后那时候去那时候是去风之谷的活动是对 对, 對然后就去就想说可以吃点东西啊可以啊就是那边的东西就是因为人很多所以他都用那种很小的所以我只大概只喝一个饮料跟一点小东西然后想说那大概是活动结束再去吃东西好了结果那在那我待的地方是在微风那里就101附近然后就刚好呢我想说那就是去微风底下有一些吃的嘛然后想 下去看然后他说店要收了、啊、好吧那算了那我就找到一家炸鸡店可能比较就是东西通常会有然后去买了之后呢就是你前面的人都排说还有鸡腿哦就是炸鸡腿。然后排到我的时候不好意思炸鸡腿卖完了哦剩那个卤的。好的卤的那就算了。好我买卤的鸡腿。好买了之后刚坐下去那个微风的好像是主管的人就走过来不好意思我们要打烊了。哦麻烦请出去我跟不下。真的好惨哦，惨！好，这样没关系，好好出去了。飘着小雨，我们整在淋雨的时候吃着我的那根鸡腿。画面超可怜哦，好心酸哦。那时候人还超多，超级多，因为那个时候跨年嘛，我记得。对啊，那天我就说没什么吃东西，然后就回来工作室吃了。好落魄、哦，我们就好险。那个时候我们火锅外，我那时候就是说火锅没收，是等你回来吃这样。对啊，一连串的有你们真好。真的，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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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这样了，好了，再补上来一次啦，制作美好的回忆啦。制造美好的回忆是什么意思、啊欸？不行啊，制造疫情这样子，制造不要淋雨吃鸡腿嘛，有位置吃。给我们找一天大太阳的，我们再去外面吃嘛。欸、大太阳其实也很热啦，好热，想在外面好不舒服的感觉。在外面吃卤鸡腿，对，听起来好没有食欲哦，好热哦。对。那你们有没有在这种大太阳底下吃烧烤或吃火锅的经验？麻鸡，没有这种经验，怪怪的。是你们那个挑战吗？不是，哪个啊？我突然呛笑。就前几天那个影月，我们就是他庆祝那个，就是他关加班台结束嘛，我去吃那个就是很好吃的那一家，那叫什么？肉丝房，对对。然后呢，想说这次进去，然后就他们带到一个比较里面的地方，一个里面的位置。然后呢，就这么刚刚好，然后那个头上呢是一个那个采光很好的玻璃，然后又这么刚好呢出个大太阳，边烧烤边晒太阳边融化的感觉哦，采光真的是很好很舒服啦。舒服啊，一起烧烤啊！在桑拿房里面烤肉哦，哇，那你很感同身受的，感觉味道很重。肉在烤，对对对，然后我的肉也在烤，对，没有，你肉在熏，汤吧，舒服、哦。可是真的好久没有吃那种，就是炭，就自己生火然后烤的那种，好久了。哦，超我超久。那個、麻烦是嘛？那最后要收，那收很麻烦。对，真的超麻烦。我们家中秋节一定都会就是烤肉、欸，这种炭火烤肉。我们现在都用家里的电烤盘，可是多少还是有点烤盘。我也是，就烤盘好用的，对吧、啊？就比较方便呢、啊。只是就是少了那一点味儿，对。可是用那种炭火，每次回家衣服就是臭到一个不行，而且对啊，就是少了那味儿，对对对，就是那个炭的那个是那味，那味就是那味。他们卖那个香水有没有？烤肉香水，好臭、哦！出去走还喷两下，好臭，不行耶。
搞不好我卖啊，说老婆就说你刚刚要去哪里？我去吃东西，我去吃烤肉啊，来给你闻一下。哦，还真的是烤肉，有女人味，没有啊，口红，他怎么会有口红印？然后我，他自己擦自己亲的，从口袋拿出口红有没有？是我自己的啦。这不是有老婆送老公那个女生用的那个口红还是什么香水？然后老公说：“嗯，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因为老婆以为想说啊，他应该会不要，然后退回他，退回给他这样子。然后说，我也很喜欢这个哎、欸，好你，直接就收起来了。对，好笑。哦，就是有点像是买那个 PS 5送给男朋友，哎、欸、哎、欸，送给女朋友，然后就女朋友自己接收那种概念。对对对对对。哦、我刚刚也想要这个哎、欸！哇，你怎么都知道我要什么？你以为我会拒绝吗？不，我不会。绝不！好缺钱，这可以拿去转卖，真赞！哦，原来是这样吗？可是现在 PS 5好像没有到这么以前那么缺了，还是很缺，啊、还是很缺吗？对啊，我怎么觉得抢购风潮没有以往那么可怕了？因为最前面想要一直抢着买的，大家都买完了啊、哦，第一波都买光了是不是。对啊，可是现在还是缺货，好可怕、哦。可是应该是他的游戏，嗯，那个大作没有那么微，目前还没上那么多新的。对啊，嗯、还好，就那几款，就不需要到他跑这样子。嗯，而且越来越多都是出在 PC 啦。就应该说，现在以前都是绑主机，现在都会双平，就是双平台出，或是多平台出这样。嗯。可是我记得有一款游戏，那个时候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嗯，怎么死啦？怎么 TP 死啦？怎么怪怪的？我又在虚空里了。哦，是不是太厉害了？有人笑到咳嗽了。对呀、啊，我应该不会。哎、欸，好，没事。没事，你先继续。你听起来好难受哦，像没事，有点难受，好像没事，我没生气，没事吗？最后一口气的感觉，抽烟。我们真的太好笑了，怎么了？好令人在意哦。没有啊，上高处吧，然后有时候这里也没有多高，但五格高而已，然后在这边叠，然后翻成过来，说啊，只是 TP 而已，不然掉下去就直接死了，五格高真是死，你是不是半颗星啊？对啊，哎，这张床被拆掉了，可恶，那块没有重生哦，没有啦，是之前他设定东西的时候把那个重生点给弄掉了。哦，没有啦，其实是刚刚我想说。那个重生点那附近有一张床，不知道谁的，我就把它拆掉了。你这个坏的，原来是他的，抓到了，就是他，羞了，杀了他，这是女神的床，就是他。我想说，奇怪，这谁的？我把他拿走好了，我就想要偷走。你怎么没有问啊？没有，我想说你们大家在聊天，我就没问、哦。我想说你平常都会问啊。好扯哦！我想说这个我偷一下，我偷一下应该没关系吧？完蛋！马上被抓到了，一条命没了。我顺顺的一条命就这么没了，而且还是蠢死的，你完蛋！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啦，但是我是有意的，真假？真假有意的，确实。那只会有更多的羊要受害了。没事啊，可以打蜘蛛啊，不要打羊。动物会重生吧？还是动物不会？他们剪刀毛就好了。你要附近的那种生物够少才会重生哦。那还是剪它毛就好了啦，剪毛，这样你才有无限的羊毛可以拿。好的，刚刚我已经破坏它一只了，不过应该还好、哦，还好啦，还好啦。就没办法、啊，皮革的话就真的没办法，就只能痛下杀手。要是羊毛，没有啦，我说如果是皮革的话，你要皮革的话就只能痛下手。拿剪刀剪牛啊？对，不是，有抓牛，好像有点痛哎、欸。我刚刚没有杀，养了还好。有养哦，对啊，
有养牛的话，阿七啊，有养，欸、用烧的、啊、皮革吗？对啊，皮革直接拿、啊，我这边也有啊。哦，好啊，好啊，没有想要做展示框放在我们的奖上，放剪牛很恐怖哎、欸，你怎么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香水？有个电影，它不是剪人皮，哦、它是用刮的，它不是剪人皮，它是它、哦、是刮人皮哦。哦，他是把人，他是把整个人丢进去，丢进去，然后刮他身上的油，对，哦，好痛，很香哦。我怎么，我应该看过那一部，十八禁的啊，怎么会看恐怖片呢、啊？那算惊悚片啊？不是惊悚，它不恐怖啊。对，哦，它没有突然那个吓人的音效啊，有啦，还是有啦。它没，它画面会突然带到一下子那样而已。嗯，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它比较偏心灵层面的恐惧。对，嗯，哦，对，确实，确实，确实，看到，有人要受不了，今天是脱离不了的。重点是没有在参与话题的第三个人要受不了的是为什么？我们轻松末日有没有什么代表物啊？发发。哈哈，所以我要拿他的头放上去哦！哇，这是什么邪教啊？这是什么祭坛呢？对啊，对啊。那我是不是砍一次发发，把他砍死就会有一颗头？没有吧？他要去打基因怪。对哦。哇哦！我等下带他去打好了。那我可不可以跟哈基说，我可不可以砍死他一次，你就给我一颗他的头？你刚刚害他一次了、欸，还要等他哦。其实你也想过香水吧？变惊悚片的，原来惊悚片的元素是原来在这里。反正你们看发明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代表物之类的啊？发明哦，对啊。哦，杰克，你还送我蛋糕，你人好好。你要把它吃掉吗？我要把它吃掉。那我要送你 IKEA 的那种，给你原料自己做。那也蛮有趣的啊，我觉得不错、哦啊、还送三个那个、哦、三个牛奶桶哦，三个送你三个铁桶，对，你可以拿来用、哦、你知道你旁边的海豚一直在玩你的垃圾吗？我知道啊，他也在玩那个水瓶。你稍早的铁斧还是石斧被他也是拿来玩来玩去的，不知道谁丢的。生态浩劫怎么会呢？他玩得开心。欸、你要不要养他们呢、啊？嗯，校长的头。对吧？没有，说还是要放校长的头在上面。来、啊，你决定啊。我有啊，我有他的头、欸，你有吗？好啊，我要。为什么校长的头？我们第一次打的 boss 就是他围的啊。味道是。哦。对啊。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在老地方十字路口见面啊？在哪里十字路口？謝謝啊 ，T 字路口啊 ，T 字路口，好嘛，好嘛，你要改成十字哦，十字，十字路口，硬要把它改成十字，这应该是那种总停车场在用的吧？现在是十字路口啦，哦，可以放了，哦吼，哦吼，校长，哇，你还有没有一颗啊？你可以拿箱子啦，一颗什么？你可以拿普通香头和我自己的头颅而已啦。对啊，好吧，那我拿箱子、啊。假笑的盔甲座上面有装备是打不掉的吗？嗯，打掉啊！你不是要打那个脚底吗？打他那个下面那个板板。哦哦，对啊，要把它打掉。刚刚想说，我打了一阵子，都不会掉。你不能蓄力挥，蓄力挥呢。嗯，你要1.8，对。嗯，为什么重生点在这里？天哪，你家有个样子了、欸，就一点点样子而已啊！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就是、没什么装潢、啊，因为我都在出去讨伐怪物啊。哦，要出来了，要出来了，你不能待在家里了。我去讨伐一下发发的头好了。好，讨伐头，讨伐发发的头，帮很危险的样子、啊。嗯。我的头，发发遗失的头，哇哦！还好发发遗失的头，不是遗失发发的头就好了。哦，遗失，遗失，他被无头骑士吗？
来了，等一下，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刚要走了。好的，我应该说干他吗？干他吗？现在吗？现在吗？好可怕、哦，蛮好恐怖的。你到了吗？还没，还没，我要回去带个床。哦，好吧。要把他打掉，让他。那我先继续挖一下。好。啊？嗯？啊？我说他要放船了，你可以用了。哦哦，你可以打掉。没事，我已经解决那个四颗头的问题了。好、哦，四个箱子吗？找到了，可以来看啊，我已经解决了。我看，我看，这个哦，哪一个？先别拉，先别拉，往水边拉，往水边拉真的是这个、哦、水边，很棒，真假？哇塞，真假没水边，这边没有蜘蛛啦，真假？这没水、啊，好吧，那就算了，我有一桶水啦。蜘蛛啊，直接走吧。一蜘蛛，反正现在白天。对，等下给发发尾。好，嗯、好。哦，他在啊，白痴追云月，我跑好快。不要啦，不要啦，我装备最烂呢、欸，你看什么东西？哎、欸，我烧起来了耶！哎，他跑走了！哇、啊！想杀人啊！往你的右方走。看来每周一死是逃不掉啦。看好就好，看好就好。想杀人啊！哎呦，你还是逃不掉每周一死的命运啊！没错。啊！好了啦，他怎么会咬别人呢、啊？他不然咬别人嘞、欸，好，好，然后往这边走，往这边跑，有水，有大水池，前面有水。哦，你也跑到树上了，好吧？啊！我那边死的好，我要过去看一眼。我想去看，得安全，不、啊，爸爸安全，怕一动刀会。啊！啊！好晚上看戏看戏看戏，冲啊！跑很快，跑很快。什么？他跑去看别人。他没有太跟他记。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毒啊！好毒啊！好毒啊！好了好了，水池水池就好打多了。哎，我要退，我要退。拍死！没事。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上去了？怎么上去你那边的？阿纪来啦，把他带走。带走，带走，带走，来来来。带走了，带走了，带走了，打喽，来喽！哦，有击退。我们现在伤害打他这么少血哦。对啊，都已经这么多人了。啊，哎，原来他会顺移，他会顺到人旁边。我觉得他至少不是僵尸，刚刚僵尸打的是会回血的。对。哎哎哎！从旁边看你们打，这是很有趣。暂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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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这里，我应该会拿完再打的，对。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我在看戏而已。几个人啊？我，全，有到全部吗？我也有啦。减几啊？减几？减一。减一而已。减一七个。吗？五个。对，减一七个，我是算了。多一颗。啊哟哇！想不想玩那个啊？你家宝藏啊？你家宝藏，我家没了，留一颗。好暴走，是不是生气啊？那这一颗给那个减一的那一个人。你说刚好剩一颗是不是？对，刚好剩一颗，他先回去了。好，我先回来了，我先回来了。那最后拿的是不是还有神器防暴卷轴啊？还有那个啊，哎，对啊，不是要拿发头吗？对啊，对啊，发头。
发头，好的，有人没拿吗？我没拿，我没拿。来，来我这，来我这。啊，你就是可以叠上去放一下。你要把它打下来啊！你怎么在转它？你的头，你的头转一边呢？厉害吧？让我把你的储物箱干走。为什么妈妈头是歪的？呀，因为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吗？我刚只是快速路过而已。哦，怎么了？啊？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吗？为什么会伪装？有伪装的啊，有伪装头，假的。你那时候说横幅要确实真假，确实真假。所以刚刚是阿旺没有来吗？繁星，然后我刚刚是繁星，我刚刚打，你有吗？给我啊！好哎、欸，拿来啊！给你了，你后面，你后面。啊，你不是杰克，你不是杰克，你不是杰克，就这样了。不要戳他，你不要戳他。杰克，我来了。我回家了，回家了。他回家了，有听到？他带走神器了。我现在是披斧螳螂哦。披斧螳螂。两个斧头啊，手上。你要喷他水，你要喷他水。刚刚是水的声音吗？口水的声音。口水不是歌啦，口水的声音。不要死歌了，不要死歌了，死歌。今天已经够 rock and roll 了。干什么？等一下。我家真的是不太知道干什么、欸、突然，我的储物间有了，我的工具间有了。然后呢？对，之后再往外扩好了。我现在还没有想法，没关系，今天就这样带你们。对啊，参观好了。我也是，我的二楼是空的。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能摆什么，感觉之后才会想到。之后有想到再说。之后可能会有那个嘛，有一些活动，搞不好就会需要一些空间。对，你说可以拿你的家当活动空间吗？啊，不是啦，不一样啦，足球场啊，足球场，不对呢，不对呢，还是有那种桌上足球，是哪里是半场，哪里是半场，好像哪里怪怪的呢，难怪你的建筑是黑白黑白的，然后变成一颗球啊，原来他踢足球，你的房子当球，丢啊，唔丢啊，哦，有点大，但脚会有点痛。对，这有点难踢耶，怎么办？确实。哦，好用哦。我也觉得好好用。你怎么快哭了啊？你怎么这么好好用、哦？用东西了。你看，等下，所以阿旺，你这个上面是正在用的样子。没有，我就这样了、啊，不然啊，就这样了、啊。我不好意思，是啊，我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跟你说，就这样了。你干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已经，就是他们讲完之后，我花了大概二十分钟，大概弄成这样了。二十分钟哦。啊，那你们还不满意的话，那你们自己用一下啊。啊！不要拆到我家里面，就随你们，好不好？好。我就跟你们说，就这样了，就这样啦，就安利啦。主要是你那一些流的水，有些突然一个，觉得很阿展。你知道就你把它处理掉吗？我觉得他没有，他是想要暗示说他的内心常常会这样子波涛汹涌。哦，你好会解释艺术哦！难过呢。以前建筑要掰着，对啊，我要掰设计理念嘛。那你很适合考特级厨师哎。特级厨师也要会，很会。对啊，作文大赛。没有，可是作文我很废，我不行，不是掰啊。
啊，对，要找小雨齁。对啊，作文要找小雨啦，文笔的部分是要找他，然后但是讲话虎烂我可以。来团团，你在哪啊？在沙场。你在杀人？没有啦，我在挖沙子的场地啦，怎么哦？哦，那我要挖。哦，你在整成沙场是不是？对啊，在打架，在战场里面啊，在战场，在战场。嗯，你为什么挖沙子啊？我要做混凝土啊。足球场用得到。足球场用得到。足球场用得到。他想打我，他想打我。他在旁边跳了一下，好像挥空一样，是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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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哈。我帮你，警示你，你还要缺吗？小心一点，好好说话。是，我刚刚没有意识到他说那句话怎么了。哦，人工草皮啊，人工草皮，人工草皮，人工草皮，哈，没有，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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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他说叫双膝滑铲的时候，比较不会痛了。有没有？那射那个足球不是滑铲啊？滑铲啊！射进门的时候不是两只膝盖要滑那个草皮吗？哎、欸，其实老实说，我对足球真的是不了解哦。对啊，所以之前他们有一些人在封 C 罗啊什么的，我说哈，没事，我也不知道。C 罗不是交流道吗？不是啦，不是足球的啦，酱油吗？足球啦。那个卖酱油的有没有？足球啊，不一样啊！啊，好好，确实，确实。来，给你。哎，你还真的要给我动手做？对 ，IKEA 的，自己动手做。我觉得你上下摆反有没有？应该不会，我应该给你两颗蛋两颗糖看你要怎么办。我好棒，你是不是做错了？做对了，棒。嗯，给你啊，还你啊，你用得到啊。哦哦哦，器具不要啊。对啊，你可以压模。哎、欸，你好棒。你好棒啊！你好棒！完了，有人被你那个C罗的交流道抽到笑点了。谁呀、啊？他们说后交流道啊，他们说后劲很强。这好笑。哦哦，困。火箭的地方还是写着要杀中介龙，那个还没消掉啊。好、啊，好、啊，还没吗？完了，这是过上个礼拜的时间。哇，完了，真的是。所以刚刚，所以刚刚那个话题合理吧？其实哈基在暗示我们，还要再去打一次中介龙啊？再一次是不是？没有啦。完了 ，time 是不是？完了，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是不是？你是缺经验，你要讲哎、欸。你要说一下呢。嗯，你，我想说，我路过只看到今天没有需要修理的地方。对，忘了看第三行，上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串字没看到。主动无视。啊、走近怎么还有一行字？那是什么？中介龙？啊？什么东西？看错了啦？没有啦，你看错了啦。哦，我看错了，是不是？我眼瞎了。看错了，眼瞎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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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话吗？对啊。哇。嗯。完了，没有想法，也不知道家怎么盖、欸。放着吧，没想到再盖吧，想到再盖。剩下七分钟，七分钟，
完蛋了。我已经在去找之后的建材了，完全没。我在找历史，历史。确实，你真的是好烦。历史哦，硬要接一个确实。这个下面放什么嘞？你现在是要盖什么东西啊？没有，多了一个地下室，但我不知道地下室要拿来干嘛。人体？那你的村民繁殖场嘞？村民繁殖场是要盖房子外面有一个，到时候盖一栋。哦，你不想要他在你楼下、啊？还有规划地啦。哦，他好像很不情愿，不要不要，不要，不是他真的在家里楼下，就村民繁殖场听起来很微妙。我家地下室有村民繁殖场，你说会很巧是不是？听起来快恐怖的，很不妙，很巧。你想看你把它拉到现实来讲会变成什么状况？不要啦，现实我觉得很恐怖啊。你是说对吗、哦哦、你是不是在做香水？不行啊，那个香水要是真妹才可以。哎喂，香水要让你真的味道。没有啊，电影里面是这样没错、啊、就是这样、哦、是这样演的，确是这样没错、啊，他就是找一堆他觉得很香的真妹，然后对，很香，然后把他们都变成香水。那我他不要哎、欸搞不好可以反其道而行，臭水，你就做一堆臭的嘛。哎呦，那就把一堆人塞进去，然后不管死活都是死水就好了。哦，救命！哦，死水繁殖场，那你可以拍戏做臭水。好恐怖哦，这是 B 级片的。我也觉得。干嘛忘记了啊？对对对，啊，然后那个预告片就要说不，我很漂亮，我不是丑人，你不要过来，我就是要丑的。好烦，好，其实我们家附近蛮多大的。那种矿坑跟、欸、大的洞跟峡谷、欸、嗯，对、啊，很多哎、欸，我一直以为一点点而已，是十八后都会这样吗？后来的地底不是都是就是各种大洞？对啊，可是就是直接野外露出的特别多，这一张图，不是都很多吗？哦，野外的比较多嘛，对，确、啊、实，确实。很大很漂亮，不是，这是你讲的。哇，这么漂亮，主观吗？怎么了？我觉得你们的车开得很轻，不是你们这一段就是直接倒播，然后可以断章取义。对啊。不好意思，我最近追的 V 都有点车速过快。你最近是不是车速也很快啊？我最近追的 V 太飙车了，太危险了。这个时间点不太对，再晚一点就再晚一点就懂啊，随便啦。如果是深夜末日的话，搞不好可以。那就算了。好可怕哦！你深夜末日吗？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怎么都不懂，我啥咪都不懂，恐怖哦，可怕哦，恐怖、哦，嗯，哎、欸，怎么整理整理？我的食物被整理进去了。我出门发现没食物，东西收一收就全部都收起来。好，请说。嗯。我刚以为你要说什么，就没有，我没有要说什么，我只在到处找没有新的洞。
然后我刚刚看到很多哎、欸，你是不是走错方向？没有，看到很多那种大侠，就是、大部分都是那种水的洞啊，很麻烦。哦，我看到的是就是裸露大峡谷，我都没看。哦，裸露的，对，我昨天看到的都不太一样，都是一堆水嘛，对对对对对，比较充实啊。很烦，完了，我觉得有人在开车，但我没有证据。真假？真假？确实，确实。这些人不太妙。那是你们，你妹，不是我，没有我。啊，嗯，哦，阿刚野外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你就要说确实，对不对？没有，硬要憋回。哦，好像只剩你在家了、欸，哎，会在家了。我也在家，我在家，没有，我没出去啦，我只是走比较远，离家远一点而已。好，差不多了哟，真假？要把大号招回家了吗？真假？真假？原来结果发表。首先不是技术的部分，首先是外观的外观的部分。还有还有人参与耶，天哪、啊！免费的酸神呢、欸？对啊，旁边有那个来宾耶，对不对？好棒哦！哎呀，是这个人这个换的好吗？你要拿船床船，好，还有冰砖呢。烂，其他都蛮烂的。哦，那空岛的话不错啦，拿个船给他，然后就可以把他的酸绳拿走。哎、欸，我刚好有哎、欸，这么快是我。好耶、欸，好耶、欸。哎、欸、啊，给错人了啦，白痴。给他后面两只。对啊。好了，一个了。有了一个了。哎，啊，另外一只掉下去，另外一只下去了，对，下去了。哎、欸，有了，有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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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捡起来了。好了。他。嗯，嘿，嗯，这两只要留住，去，完蛋了！这样到时候你要拿肌肉会，那你要把你要把这个出那个，哇，他跳得上来，跳上来了，哎呀，好猛哦！他两个快了，酸绳是不是？快拿酸绳拴住他们啊！啊，传给他们就好了、啊。走上来啊，好酷哦！我第一次知道、欸，哎、啊，他们脚太大了啊。不然，好像踩着鸡的头上哎、欸！哦，你怎么上去了？好扯哦！对啊，怎么上来的？好扯！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坐起来，他自己坐就好了。还有一只，可是不是要把这个商人弄死吗？不用啊，哦，他白天会消失，他过了一天就不见了，他白天会，他不是会带着他们走吗？不会啦，他没有拴绳、啊，他没有拴绳、啊，拴绳没有就哦。哦我一直都是把他砍死、欸，哎，啊，你太残忍了吧！就让他去吧，难怪你不要喷口水。就是每次都会把他们带走，都直接把那个山弄死。这底下，哇，哇，哇，你露出来啦！被发现啦！哦，哇啊，哇！掉下去啦！好像我上一个上一辈子的某个人的家哦、喔，上辈子某个人的家。哇，这边还有点暗耶，我要先插火把，不然等一下要苦力怕。不要亮度是零就好了，不要零就好了，还好。可是有点太黑，那旁边再插一点火把会怕。好，我们校长要站上去吗？全这是十字路口的部分吗？哦、对，那是十字路口。校长，你看你背后，哇，你怎么那么强啊？你是怎么输吗？怎么？喂，他才怎么会有假冒的？他、啊、就没有你的头啊！你干嘛、啊？干嘛、啊？这样子、啊、这样刚好、啊。抬起歪。
不行，不是，那真的故意的，歪的啦。为什么要歪的？不行，要摆正正的。那个是女神庆典的，正美。那个是中间一个这样子才对啊。没有啦，啊，因为这个是偶数，所以我只能这偶数台子。完了，要拆掉了。完了，要重盖了，要重建了，完了。完了，出事。哇，那个验收没有过，要重盖了。完了，全部人放上来啊，全部人一颗头上来啊。安全凭借没有過，全部人带一颗头就可以，刚刚好啊。对啊，自己再放两个，那就是预留位置啊。到时候再放，没有，那个香假香草先放上去啊，就是你先放在正旁边嘛，那个还未解锁，懂吗？哎呀，太大了吧！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有点大，啊，怎么长大？怎么长大？是啊，好，我首先呢，我感谢我爸妈。你说，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个从 tape 数下来第一个影月的房子啊，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哦，好，我第一个，好了，我们要晚上参观啊，有夜教的部分，夜教，走，其实我家没什么做改变，都前几集都在出去晃。对，就底下的部分大家看过了，只是多了一个准备要做附魔区的地方，好棒。对，然后楼上就是房间，没什么，没什么。好棒。上面要出去要蹲着，记得。对。哇。还是可以去屋顶哎，好哎。是的，大家的意见觉得还不错，就保留下来了。啊，我家到时候这样子之后，可能还是想办法盖一个仓库什么的吧。好哎、欸，差不多，就目前就是盖这样。哇，你要说一堆人哦，那你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等下就说，那你是不是要对为你的家取名字？我家取名字，对啊、海中小木屋，海中小木屋，哎呦，那我叫海中小木屋二，我就删了。一二三，我以为你要叫什么什么越来越好玩之类的。拜拜，爸爸。Go go go！ 这是我家，我家盖在四运堂对面。哈，可以。然后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露出来了，对对对，可以补起来，没算好格数，晚点再补。他都从那边进去了，所以这边是入口吗？以前入口在哪？是这里啦。入口是从旁边要刷，入口是从旁边东西要去吗 ？OK。没有啦，这里。哦，这出口是不是？这出口。在哪？在哪？没看到。我帮你读起来，我帮你读起来。入口在这里。欢迎。然后你们之前帮我做的装置艺术，我保留起来。哦，你很棒哦。然后二楼是我的工作区域。二楼。然后你看你的会生怪哦，还你真的会生怪？你真的会生怪？你擦一下火吧。然后擦个火吧。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地下室，因为上次大家我记得大家还说要地下室嘛，所以我用一个地下室啊，有吗？在哪里啊？那个有时间再做一个门打开，是这边吗？是这边吗？哈哈哈哈哈！谁去啊？我通了，我通了。目前只有做一个简易出口啦，所以只能从这里上去而已。还在建。啊，你还可以从下面用，好胖哦！啊，你地下室漏水。哎，我突然觉得有点羞愧耶。怎么说？当初我们从背包里挑几件奇怪的东西放在爸爸家的，直接爸爸把他当宝。对。我突然有点羞愧。哦。这是你们的装置艺术。哦。OK， 没了。他不知道命名吗？命名。确实，确实，哇，超发达，确实，好的，好，来海边小屋二号，走这比较快，我也不敢走这条，我都走一，对啊，那条会摔，那边会跌的，那条太斜了，太陡，那我就整成这样子，我就整成这样子，啊，一楼工作区一样没什么变，啊，改比较多的是二楼啦，家里这边。哦，对，这是床啊，下去就直接滑下去了。
哇，你很通透哎、欸，很通透啊！想说已经是废墟的废墟的感觉就，就啊，就这样子。所以你是泰山呢、欸？对啊，然后这边是刚刚养的一只鸟，把它关在这边。啊，对，它、啊、可以放飞自我吗？我不行，你不行啊，你不行。然后这边之后会再加楼层啊，就没有了。啊，那个花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那个啊。那个花，那个洞窟里面的花，苍玉洞窟的，对对，它会飘很多那个去。你有发现我们这边悬浮粒子很多？对，还蛮多的。对，就这边。是那个关系啊？就是那个花花。对啊，是蛮有气氛的、啊、感觉。对啊，我想要这个啊。然后这边出来不会摔啊，小心点就不会摔了。摔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的话，我已经摔了。啊、不是你们跟错人了啦，那不是摔的。我想说，刚刚可以踩那个叶子，它可以慢慢掉下来的，我就没事了。哦，对，那个人那个仅限一次，有仅限的一次，一人安全。我第一个人下来，看到后面两个啪啪就啪啪。然后奇怪，没有后面只有一个人跟着我啊，你们怎么不见了？都摔下来。下一个是我家，你家，佳佳，你这个家诶、欸，都盖了二楼跟地下室啦。哦哦，好，村民到时候应该改到外面去放一个村民的家。嗯，然后自动登录，然后这里是储藏室，下面的话，哎、还不知道，还在想，还没有规划，还没规划。哎呦，这里很多岩浆。对，岩浆制造机。然后上二楼的话，这边这个是你们意会就好了。这个是附魔台，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功用，大概知道。哦，草木啊，草木，施工中草图。对对对，这个是酿造台。好的。对，然后我家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就是烤牛机，还有甘蔗区，还有农作物区。哦。烤牛就是它就上面那个一坨牛在那边啊，它那个喂完它自己的小牛会自己再掉下来，对，它、掉下来就可以再按按钮，它就会烧牛了。哦，这牛排就进去了。哦，哎呦哎呦哎呦，差点、差点就没了。差点就没了。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被封啊！然后这个是。烤鸡啦，自动烤鸡啦，那个鸡数量还不够多，还在慢慢增加啦。嗯、好，这个自动鸡肉了。你这边要不要插个火把，帮你插一下，不然你这个被炸掉了。旁边好危险、啊，就变炸鸡了、欸，对吧、啊？炸鸡场。好，帮你插完了，好了。哎，那牛要怎么放下来？它自己生出来的小牛会自己它会摔下来哦。对，因为牛不那个啊，哎、欸，怎样是？还没生小牛。你要里面牛排要繁殖、啊，你要喂它，拿走了、欸，有人干光光了，有人全部拿光了，很快啊，很快啊，很有效率、啊。是大老鹰又来了，不是我，有刚没有他刚吃素，我可以作证。他、啊、有没有拿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在吃烤马铃薯，我没有拿，我饿了。躺，来，哦，原来是你拿的，你拿走了，哇靠！确实，命名叫做边缘小屋。边缘小屋，为什么？我怎么这么远？真的离他就好远。No， 哎，那去我家。你家？对，在海边，在海边。折返跑、欸，对啊，很远呢、欸。我要走另一条啊！所以是海中小屋山吗？啊，对，没错。在刚那个繁星家隔壁哦，就是看到一堆红色蘑菇这边。好哦。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是要挂个门牌，海景大道一号、二号、三号。对啊。没有，我们这条路就是海景大道。没好哎、欸。社区了啦，海景社区。对 啊， 对啊。还有两个还没介绍、欸。对对啊，我家这边就是一堆藤蔓、花花草草。哦。概念就是一个树屋啊，虽然长得不太像哎。啊，家里面有一些猫，去隔壁村庄干来的。哦、你要说去隔壁村庄领养来的，没事。领养哦，因为那边的人都快死光了，我就把你
刚是救援的部分，是不是你打死的？没有，是他们被僵尸咬，我把剩下的猫养回来。好好。然后屋顶就是主要就是最上面有一颗那个，哎，那个地标有没有那个红红的那个蘑菇？对，蘑菇啊，附近应该会慢慢就是慢慢拓展一些新的蘑菇出去哦，大家就知道这附近就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对啊，蘑菇慢慢慢慢延出去，到时候我们这边变蘑菇岛啊？不会啊，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知道上天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这个声音啊。对啊，我家一楼比较特别，就是它后面是一个那个啊港口，可以直接开船出去啊。嘿，对。哦，你们这边自成社区耶，你这里就是那个啊连外道路啊。对啊，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开船可以出去。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船在那么远的地方，飘走了。你就问那只海豚啊，不知为什么海豚在玩它、啊。对，我这边可以赏海豚哦，这边有海豚一直在玩。对对，你可以一边钓鱼一边看海豚。可以赏它巴掌吗？为什么？为什么？海豚为什么要赏海豚巴掌？玩船，还在玩，要玩。对，那大概就是这样，他就。好，下一个杰克，我记得在这边吗？他也是在海景社区的，这是海景社区几号啊？小雨的名字是什么？海上书，好，海上书，我也想好名字了。不是海上蘑菇吗？我的家叫做海景社区旁的洞，旁的洞。只是细数而已，直译啊！我家真的很深呢、欸。对啊，就是应该就是会弯、oh. 慢慢的往后面一直延伸出去，然后这边过去就有到大峡谷哦。我在想要不要盖一个逃生通道往上面走啦，你就盖个岛往司令台的啊，很方便、欸。你就再深一点，然后就会挖到他去家里楼下。家里对啊，你说以前的愉悦家是不是？对，地下通道就也没有什么改变就。基本上都是新增的各种梁柱啊，然后木头、石砖之类的。哦，然后这边有个壁炉这样子。你的床是双人床也很爽哎、欸。哦，没有，它时不时会变单人床。对，时不时出征的时候出用的。对，还会带睡袋出门。对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出门就把白色带走。好的，这样子。哦，然后。哦，然后这边有养鱼啦，但我不知道跑了几只，好像都在那个边屁的洞这里。四只，游进去了是不是。那时候有，我跟你讲，我之前有养过龙源，龙源它通向大海，对，它就通向超好笑的。你们是在海底历险记哦，尼莫鱼回来了耶！哎，下一位啊，换我了啊！来来来来，整人家踢足球，我爱出啦。请问你的创作理念是？我的创作理念哦，哎，来来来，你们过来看一下哦。这个司令台就不看了嘛，这个是公共财产。你看到这个房子的房型，哦、你们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哎，没有头的熊猫，不是超级的熊猫，可是熊猫上次讲过了。对，熊猫上次讲过了，这个的房型你没有安德哎、欸，啊，没有，我第一次。哇，设计里面，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你看，连安德都喜欢我的房子，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太高了，不是啊，不是啊，这是团团喜欢的黑肉，不是啊，不是啊，你不生气啊，你不生气啊，哇，被打脸了，打女仆。你们看这个房型，你们有觉得有一点点的像是在我们 Apex 的奥林匹亚里面的那个房子，一点点，有一点点像。哦，你说那个，哦、你说那个会叠在一起的、哦，对对对对，两个叠在一起，有像。我有参考它的一点结构，借鉴，然后利用自己，就是想说自己看一下，哎，什么鬼啊？快点，小房间，看他怪怪啊！对，啊！被开除了。对啊，那反正就是我稍微去借鉴他的那个样子去做量体，这样子堆叠，嘿，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进来之后呢，前面这边好，就目前还没有想到做什么，所以就是康康。
欸，但是这边之后应该会做一点比较偏装饰类的东西啊，不是实质性用途。然后再来进来这边呢，这边就是实质性用途了，这边应该会是一些储藏区，然后还有工作间这样。然后另一边这边对就也是，但是我有稍微分类一下，建材类比较多都会是放在这边这一侧，然后另外一侧可能就会是矿物啊、装备啊，然后还有那个一些我们知道了物之类的。好，那这里是放城市的地方吗？对，这边是之前城市关起来的地方，把它杀掉。如何关？对，然后我们就到二楼。就是要杀掉二楼的话，这边也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做，然后这里也是，好多床是不是？对，这边应该会是房间啦，然后这边就是玄、小小的玄关这样，然后最后这边阳台，阳台，他这边是想不开的时候可以站过来，然后哎不是啦，哦，那是你这边凶宅了，什么变凶宅了？快逃啊！我看到了。太危险了！我应该要再加高的，不好意思，我的安全措施没做好。快逃！高没摔死啊，不够高啊。你说谁没摔死啊？发发吗？你说没摔死吗？我没摔死啊。发发没摔死、啊，他有付轻盈的吧？怎么摔死？我有，因为没摔死啊，因为摔死啊，哦，因为没摔死啊。对，你需要加高啦，加高才会摔死。干嘛啦？不要啦，死一下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好危险哦！啊，那我这边呢，就命名就是奥林匹亚啦，这样。奥林匹亚哦，丢安呢？阿胜啊，忘了。好呀。我家其实就我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那你有想好名字了吗？我家应该就要么狗窝，要么看它狗窝吧。这就这时候放一放，然后先想说先放一些东西，就是储存而已。然后、不知道还不会改啦、我们是没什么灵感的、我总觉得你这边可以往下，我觉得这边很不错啊。你要不要再往下？啊、往下秘密通道，对啊，阿旺家的秘密通道，对啊。可是下面我记得下面有水，要狗洞、啊，那你就是先去玩水啊。对啊。好像所以你这个角落放这个就是故意要让大家在里面坐着，是吧？角落，你说应该也是无意间放出来的吧？哦，对啊，没有、那时候放一放就觉得好方正，好蛮好看，就放这里好了。有种那种日式坐在那种地暖下面那种。对对对，哦，这个门是类似窗帘吗？啊，差不多啊。因为小时候睡觉的话，就是买夜床吗？夜床旁边外看心看心情弄点阵图。可是关起来也太麻烦了，对吧、超麻烦的。也很讨厌邻居整天过来乱开。白棋玩吗？请问一下。白棋。哎呀，等等，我的剑，就是你剑啊？什么剑？我的铁剑被你吸走了。Yeah. 后面。哎，被掉小雨身上哦！这是传球的概念，还你了。哎，真的，交给音乐，妈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是最后一棒嘞！有了，有了，有了！哎呀，哎，我帮你用造型了，哎。啊！女神帮你用的哎！哇哇！相反，裂开呀？裂开吗？裂开啊！裂开！哦，你要空，你要空心的，是不是？空心的哦，这好像也不错哦，对啊，也不错耶。Double double， 礼拜哦。然后心里破了一个洞。哦。哇，真的是玻璃心哎！哇！其实从外面看是很不明显啦、你家外面这一阵是蛮不明显的，但那个意境有道。对啊，哇，那在你那边摆爱心的话，你的名字就可以叫一个名字，我觉得还不错哎、爱情摩天轮吗？不是，为什么？好烦，我就是爱情摩天轮。就摩天的部分在哪里？哪里遮盖啊？对不对？你可以叫汪脑爱的窝。汪脑爱的窝，这
这是网游四驱法。很棒啊，对。啊啊！什么了？怎么了？没有，我在看你家的样子，要看一下之后怎么改。啊！他居然是又要改，要怎么改？参考参考。好啦，那就后面自由活动啦。好嘞。刚刚精怪在哪里啊？我真的是没看到。嗯。哦，去找找看。哦，怎么那么冷？怎么越来越冷？哎、欸，对啊，今天比较冷哎、欸。我觉得过完年之后反而越来越冷，到底是哪招啊？对啊，过完年之后我房间大概都就是16到18度。真的？照理说过完年后应该要比较开始暖和一点。对啊，过年前还有20。反过来了，你知道吗？我想说，看了一下温度计啊，怎么降了2度？吓死我了！哦，我要养焦啊吗？焦啊是什么？什么品种的？什么色？蓝色。焦啊是鸟吗？蓝是鸟的，不对。极冻鸟。你要抓吗？极冻鸟，一般的，不是色尾的。冻鸟，那极冻鸟台语怎么念啊？他没有台语啊，他怎么会有台语？极冻，你说一般的话吗？一般的话，一般极冻冰诶，冰诶鸟，你们两个冰诶鸟，没有默契，你们两个去登记啦，同时冰诶，灰叫，灰叫。听起来像昏叫，那闪电鸟嘞？闪电的台语怎么念啊？焦阿巴吧，焦阿巴吗？闪电还是香电吧？是吧？香电焦啊？哦，奇怪啊！啊，点点焦啊，点点焦啊，细条条，哎呦，这个打不了哎、欸，好痛哦！打什么？你们？那个啊，不要那个啊！欸、他不是在按摩你吗？他被按摩我了。他觉得你的脸比较香吧？哦哦，哎呦，哎呦喂，哎呦喂，好痛好痛！哇，打哈欠，室内有烟，哇，什么鬼？哇，你那边真的是很冷呢、欸，真的好冷。啊，难打，好难打，这招难打。一直刺刺啊！那我要过去看看。啪！打不到，不要再按摩了，很痛啊！要被按死，要被按死，要被按死！完了，我再砍他一刀，我是不是要死？一起数，一起数，一起在水里好一点，在水里面啊！怎么是我？对啊，我觉得差不多哎、欸。对啊，我不小心溺死哎、欸！啊、来呼吸，我痛痛痛痛，呼吸，这是要呼吸啊！啊啊！爬起来，对不起，有人装备爆了，听到声音，我听到装备爆掉声音，我的装备爆了，裤子不见了，我爆开，我是金色的甲，没事。他怎么吃一直不收起来、啊？金甲。真假？真假？哦呦，好痛！我在用尸体叠法，他刺真的不收哎、欸！哇，不要弄死掉了，很难打哎、欸！很想要拿剪刀把他刺剪掉。好，哎呦，我没有，我是想拿东西戳他眼睛。戳他眼睛，拿眼睛。拿剪刀戳他眼睛，很恐怖啊！拿胶带把他捆起来，看他的身上。啊！这是什么画面啊？哎呦！啊！你不要洗脸了。对啊。可是你就可以一直输出啊，很爽。啊！不要传我，不要传我，现在攻击力算偏高了。你可以传我，现在攻击力最超低。我说你可以传我，传我，我躲在很安全的地方。还有不会看谁位，看谁位，哎，他死了，他死了，头颅，头颅，不知道谁，我捡到，我捡到钻石了，不知道是谁的头，隐月，隐月的，我捡到头，好细啦，隐月头也可以挂上去了，可以挂上去了，左猎头组啊，哇，高高，几个人啊，全部吗？对啊，嗯，
它这个会可以悬挂的那个草，它是要用剪的才会有吗？哪一种草？哪一个？它现在有藤蔓跟那个荧光果。对，荧光果。那个你那个有，哎、欸，你现在我去看你。八与五。那我拿果实啊。八与五的就、哦、果实就好了嘛。对对对，你要看到亮亮的黄色果实，都要点右键。公共财吗？嗯。好，公共财。好的。我觉得感觉哈基之后也可以，就是故意就是那个你必须大家要有多少公共财上缴上去才会有新功能，感觉蛮有趣的。公共财产能 哦，你说安费吗？对啊之类的，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哎呦，可以哦。然后就是我们就可以限制说，就比如说打完会有余几，那余几就当公费这样。然后发发，嘿，这样如果你还要长荧光莓的话，你就打到剩那个最上面的一株。嗯，它就会慢慢再往下长，还有机会长出荧光莓。荧光莓是直接把用往上，就是丢在墙壁上就会长吗？就屋顶、天花板、屋顶、只要屋天花板可以了。好的。哦，有人没拿吗？我好像没拿，我拿了。啊！什么？这是刚刚是，因为过来然后被他击走一下。我拿了，这个是心动哎、欸。对啊，这个是另外冰冻的感觉。这是我们家冰冻啊、那個，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家底下面的。对对对。哦。哦。也要被射死了，也要被射死了。宝地宝地，我这里太高了。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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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力耶！一定涨，一定涨。请问是哪一种射死呢？啊！你也死了，哎呀，又死一个，哎呀，哎呀，又死一个，哇，到处都是凶宅啊！哪啊！我怎么敢挖脚底呀、啊？哎、欸，你这样讲好像也对，很对什么？是哪间房子不会死那个死掉人？继续想一下，你说有钱拿、啊，早死晚死而已。对啊，那有谁没拿？发发吗？还是我没有打，我没有打。嗯，那是不是算错钱了？再加一。错钱了。啊，充功了！是啊，充功，充功，充功了，充功了。去了，去。好了，给发发。班费，班费。他决定要班费，他要上缴、欸。那我们就要先出一个那个财务股长啊。总务、啊，我拒绝。那不都是校长自己当吗？没有没有，那个老师当财务股长的，当然是要学生当啊。没有啊，你知道吗？校长当了，然后就可以贪呐、啊。你知道是投，这是投票的东西吗？哎呀，我还在这里。嗨、哎。哎，团团竟然没关系啊！你也塞了。谢喽，回家喽。耶、yeah, ，回家喽。哦，那我可以批评你了。可以。回家喽。团团这次竟然没有踊跃的想要当哎、欸，好，说谁？你啊，你不是斜杠？有关钱的你会斜杠下去吗？对啊，啊，可是我觉得财务好累哦，还要去管钱，还要说你那个要当要当班费，哦，你为什么不缴班费？太累，真的。好了，就决定了，团团财务股长。啊，强制啊，缴班费啊，缴班费，哎、欸，一人一组啊，好不好？一组，我觉得现在有一组的应该很少吧？应该是没有啦，一组泥土好不好？不行啊，泥土不行、啊，鹅卵石。那地狱石可不可以？不行啊，地狱石不行啊，那么杂质杂质。还是你只吃甘蔗？只吃甘蔗、啊。我知道了，你一定喜欢的砾石。哦，犹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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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哦，不错了，对。我先挖，我先挖。啊，我们的校长嘞？校长去哪里？去挖历史了。挖历史，我们大家都在讲台前了。他去挖去，就这样吗？没有，刚刚爸爸弄的。有没有铲子？没有，他故意弄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规划。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你为什么要这边录中段？哦，因为这里不是之后要放椅子吗？哦，没有啦，没有啦，我椅子之后会想办法再改，就到对对，到时候我会改。好的好的。直接在司令台上面吗？不是土也可以铲的吗？现在是，对啊，土也可以铲啊，对吧、啊？好，对，确实。
那你们站着我压力好大，你们坐下来啦。我们很规范，部长，我们身体很累，很累，脚很酸。啊，还是这边都放那个音架好了，我们就蹲下去就好了。坐在里面。好啦，今天到这边啦，感谢大家。耶，谢谢啦。休息，休息，休息喽。啊，杰云是白痴哦！我想说，你稍早不是回那个叫什么旅行商人？你要多少钱换一个冰砖吗？我现在是很多绿宝石吗？而且他换也是有一个定额在，就是有个上限在，换不到好像16个吧？那还是要去挖冰砖啊，你在天才什么？好啦，那个就到这边。我待会再开一下吧，因为我今天没睡，想说躺，真的太冷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欸，我冷到睡不着的那一种欸，我再开一下下，欸，开一下那个，那叫啥啊，珍珠钻石。阿尔宙斯，玩一下哦。哦，好了，我的贴图至少还有钱，还有铲铲生日快乐，情人节快乐。躺在床上，真的啊，冷死了。好了，那个，我